爸爸快回家，儿子精明出怪招。我后来接到一通这个语音的留言，是我儿子打来的。我告诉我，爸爸，我这2天大便不是很顺畅，我希望你回来家里。他是以一种身体为样的方式，而且那时候我刚好在剧组打开，所有人都看着我说你儿子大便不顺。